只鹅哩吼，卖两年啊啦，啊卖两年吼，拢无咧，唔是咧坐啦，是干呐拄个算挂件咧。你来看这个链吼，两链拢是像安尼遮久个，你看这无咧行，这可能是环保材质啊。啊，愈无用愈会旧，这个有啊，拢腐味，这拢水黏黏个，看这环保材质。环保材质的动物两年，啊，就规日拢爱拄啊！你你甲看，这两年内底，这已经，这老岁仔人吼，佮安尼笑了，唔敢甲咱讲。有那这蛇啊，有那伊甲拔拔安尼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有那拔用蛇啊，有那拔，你看。所以吼、哦，物件唔能一定爱采，爱迄个环保的，较正常做，无要用到会用回收的，啊你。这种的环保污染咧，佮一个就注意啊，啊对无？啊，怎样来再来换啦？好，啊，这台轮椅吼，摕去换链换好了。即马这个链吼，换橡胶的，主对迄是啊，这 PU 啦 ，PU 的，迄个环保材质啊，迄个用无两年啊，就够了。这个从顶个用了十多年啊。两条链换起来就千三，但一只四千块哦。但这两个链，这两个橡胶链，它哦，不是挂贴嘛，但这两条哈，就占这台车的三分之一的单价，安尼看贵。但是你若无换橡胶，搁换像自动迄种 PU 的吼，你要做环保材质啊，我可能搁连三个月，搁感觉搁亏钱。啊，这条。这个好像有十年